到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我是阿曲，没有错。那今天一样为你带来的就是我的进化基地喽。还记得我们上次到了哪里吗？对，我们好像上次就卡关了。之后，事实上就是自己想的这么简单，也不是这么简单，就是有路就是需要在这个地方。好、哦，这里有一个怪物。这就是有两个防御力非常强的怪物，我们要想尽办法干掉它，这样我们就会有新的出路了。哦，好哦，等一下，耶，你获得了道路已解锁。好、哦、有时候杀死所有怪物会对你有所奖励。好，那我们就存档继续吧。哦，你获得了大地图，在这世界上探索总是很有趣的事情。但是小心，我都还没念完呢，就是我连看都还没看完就把我切掉了。什么东西？你获得了回合制战斗。好哦，哦，是什么？史莱姆吗？话说为什么？他的那个翻译啊，非常的不清晰啊，是我下载版本的问题吗？因为我看到英文版的其实非常的不错。伊姆克吗？攻击跟道具，我有什么道具吗？药水，我有药水。哎，我不小心使用药水吗？好啊，那就这样。会打，哎，有点痛，走。他说我们什么必杀技啊？好啊，那就继续喽。天哪，在1999年代刚登场的时候，看起来非常的精美。天哪，这是我刚出生的时候哎。没有特技，好，那我们就直接疯狂的打他喽。话说这鸟是什么？可以骑吗？我可以收服你吗？我得到了50的经验吧。好啊。所以，好啊。我比较习惯这样。你将会学到要去的地方的地名。又有怪物，我可以不要打你们吗？真是。存档点啊，有存档点。好啊。话说这些怪物就只要偷袭他们就没死，就是很容易打败。嘿咻，激发你，之后偷打你。箱子已解锁。好啊。哪里？我的箱子在哪？我该有的奖励在哪里？我们刚才是从这里来的吗？对，我们刚才是从这里来的。这里有箱子。你获得了村庄。为什么村庄里面的音乐总是这么的烦人？会吗？
有大的宝箱，哎，你获得了 NPC， 好啊。抱歉，我不和小孩子说话的，臭拽什么？而且你也太大只了吧？这是巨人果吧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小孩子应该上床睡觉喽。字真的好模糊哦。如果不做个好孩子的话，邪恶的卡卡兽们，就会把你吃哦。少骗人了。话说，对啊，所有的游戏的设定的主角通常都是年纪很小的小朋友，他们就会赋予强烈的使命，就要去拯救世界。到底为什么可以把世界的命运交给小朋友呢？这还是一个谜啊！但是就是年幼设定总是让人家兴奋，这就是中二病的由来吧？其实大人都很无趣，他们总是嫌警告我们孩子的事情，叭叭叭。只要能吃到什么生长种子，就可以不再当小孩子了。但是我找到那个种子的时候，它已经掉在井下面了。我太害怕了，不敢把它带回家。下面的地方实在太黑了嘛。好啊，那我去捡。井在哪里？都不能进去，就是不能偷开人家的房门嘛。你获得了进入房屋，好啊，我终于可以去偷人家的财产。Hello， 有人吗？看是没有。这是旅馆吗？你获得了旅店的主人，一张等等床的床正在等你，只要付钱就可以喽。好啊，是正妹，你看起来非常疲劳。好啊，只要10元，有点累。我有钱吗？根本就有床，我还想说根本就没有床。是否保存游戏？是啊。好啊，还不错嘛，一个人就住双人床。这旅馆也太简陋了吧？好啊，那就这样。嘿，漂亮的大姐姐，就拜拜喽。游戏本身还是处于比较累的状态嘛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点小累格哎。就是早期的游戏真的都这么不顺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都玩现在的游戏了。什么？去和好啊？去，他好像叫我跟别的孩子玩，所以这汉化组也太那个了吧？获得了卡牌托克之后，卡卡双双牌游戏所使用的一个新的卡牌，这是他们。哎呦，你找到了什么水？我偷人家的东西。所以都可以调查，只是我都看不到他在讲什么。是这样吗？那我是否应该去玩个英文版的？可是英文版我有点认真的看不懂。那话说，井在哪里？我要找那个，就是有大人咬的那口井，这里吗？我出了村庄了，这我又可以打怪了吗？出来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哎，有点痛。他说为什么打人非常这么的弱啊？话说等级的系统是不是还没有出现？这太犯规了！你们要打一，这是不是英雄好汉干的事哦？好痛哦！好啊，还好
同时干掉一个就是攻击性比较高的。好、哦，之后有别的村庄吗？我好害怕、哦。爱德河谷，这里又是哪里啊？哦，所以我们回来了耶，就是原本的那个地方。哦，好啊，我们的所有的地方都增加了地名，所以我们先回村庄好了。所以我们到底身上有多少钱呢、啊？在进化游戏的系统，根本就不知道我现在能使用什么东西。我只知道我能使用背包，哎，物品，药水，这是我们的游戏的界面。攻击力8，防御力6吗？好啊。而且主角头像其实还蛮可爱的，我觉得有点快挂了。冲啊！法内，快死好不好？好，居居喽。不是我居居，是他要居居。如果居居的话，这情何以堪呢？我要去旅馆休息一下，真的是有点太痛。美丽的大姐姐，我又来喽。话说，我都没有看到我的钱到底有多少哎、欸。游戏是，现在很方便的、欸。旅馆休息就顺便一定要保存的游戏啊。You are safe， 你安全了。对，随时的存档游戏是一个非常棒的。每个人都该做的事。你获得了商店的主人。哦，好啊，我们可以买些有的没有的了吗？抱歉。国家不允许什么啦？我是小孩子就不可以拿武器吗？我还是要出去闯荡拯救世界啊！所以卖给我一个就是初阶者的剑，没有什么犯法吧？门上锁了，里面会有什么东西？好啊，井在这里。那我可以跳进去了吗？好啊，我要下去。哦，井底，我得到了古怪的种子，你愿意吃掉它吗？哦，我们就进化了，我们就变大人了吗？你获得了长得更高，电视游戏里面的小孩子都跑到哪里去了？什么跟什么？而且这种药。太不合理了吧！好啊，我们探索一下还有什么东西。有东西吗？哎，果然，还好我没有离开。你获得了卡片蠕虫，完全不想要这种卡片啊，看起来有点没有什么用啊。是蛐蛐吗？好啊，那我们就上去喽。我听见。叭叭叭！山洞那边有很多奇怪的声音。好啊，一个女孩子，之前到我们这里来了。她是你的好朋友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她是谁？回去跟那个，欢迎来到叭叭叭村，请把自己当成自己的家哦。跟那人态度怎么差那么多啊？人都很无趣，好啊，可是我把你吃掉嘞，对不起。所以我们可以去买，我可以去买武器喽。好、哦，购买，药水，哇哇哇，是什么？稀有卡片哎、欸，我们身上只有。多的钱，凤凰羽毛能干嘛？铠甲跟什么长买下了。您购买了长吧，你的
防御力吗？攻击力提升了。购买铠甲。哦，好啊，你现在可以，我可以再买什么东西吗？可是我好像没钱哎。Hello， 我可以买什么吗？药水我已经有了，好吧，我已经什么都买不起了，我觉得我一定会被赶出去，那我们就走吧。哎，我不能从这边出去，这边不是门。好，这是窗户，我在想干嘛？从窗户爬出去吗？这样好像也不错。上锁了，有什么东西？那我可以爬墙入吗？的灵魂住在那边，现在还没有冒险者能够活着回来告诉我们真相。这里是民宅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可以离开了吧。果然我不是小孩子，就小心前往山洞途中的怪物。好，谢谢你哦，就是我还是要出去旅行哦。 Go。 攻击耶、一击必杀耶、我觉得爆强啊，还好我有买装备。噔噔，得到了强制战斗，该死。好啊，揍你们，而且你们长得也太奇怪了吧。哎，地上有人了，我现在才看到，是女孩子吗？而且她已经生命值为零了。话说你头上那个是花吗？噔噔，好啊好啊，是。另外我叫巴巴巴，叫什么啊？什么包丽丝吗？完成，包丽丝加入了队伍。哦，我是法师吗？好啊，我们去洞窟咯。这边有东西吗？这边有东西可以拿吗？没有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去洞窟咯。突然就有一个女主角出现了耶。水晶山洞。我们需要找到水晶，它的力量可以让您怎样？什么世界？你可以打败什么啊？什么的恶哦，可以打败奇迹村子里的恶魔。另外，我刚发现忘记你的名字。我叫克帕克。Hello， 我叫克帕克。那姑娘终于发现你是活生生的人了，所以你刚才到底把我当做什么了？嘿，有 ，Hello， 有人吗？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能踩。好啊，那我能说什么？你获得了山洞怪物。我不太想要获得这种东西。原来你们就是山洞的怪物，叫斯包佑。你们的名字真难听。有那个天哪，感觉突然好温暖哦。天啊，这样手头会烧起来，不可以。这根本就是大蟒蛇啊，只是眼镜蛇，不对，这叫什么？阿古怪啦，对，这就是神奇宝贝系统啊，对不对？有箱子，获得一瓶药水，好啊，不要犹豫。
要犹豫，砍掉他，杀爆他。没有东西。哎，我得到什么？太快了，有点看不清他在写什么，就我们还。法师也太弱了吧！话说法他有技能吗？好，我们等一下看一下。哦，我们收获了 一些钱，应该是这样。好啊，没东西了，没有东西你就没有用处了，拜。哦，这又是什么？你敢说这不是神奇宝贝吗？越来越像。魔法。他是捕食哦，好啊，那捕下哦，攻击！天啊，他就是打不痛啊，那我要先揍那个，对，哎，都打不死啊，攻击！哎，好痛哦！我们现在，怎么觉得他应该要就是苦战一下，就一下就死掉了？原来我太高估他了。噔噔，他说是不是没有 MP 跟 HP 的系统啊？有 HP， 可是好像没看到 MP 的系统，所以我现在魔法可以无限放哦。好哦，那是。什么的，我根本就不怕你了。魔法治疗，噔噔，攻击。话说我们家可爱的捕食要挂掉了。怪物真多哎，烦哎，你们。治疗。好，记得都打男生，不要打女生，女生有点符合不了。好啊，耶！话说我是不是又不小心走回来了？是吗？我对走迷宫这种东西是非常有障碍。绝对不可能死的，每回合都会补血，根本就不怕没有法力这件事。好啊，看来我们又不小心走回来。噔噔，哼，就是如果一直处在战斗的系统，也是还蛮无聊的耶。难缠的家伙，痛哎！最后治愈，攻击，多打你几下，没有用。所以他根本就不强，只是我的错觉而已。好香，不要妨碍我们，你这杂碎，这叫草莓地下的暴龙吗？获得了经验点，我终于可以升级了。好哦，我觉得人生这样才充满了干劲嘛。对啊，有点痛。我升级了，真的？话说，对啊，真的玩得很不爽哎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你获得了生命之泉，好啊。哼，我觉得我们要。
要找个存档点呢，我有点累了。哎，哦，好，没事。看习惯按别的键了，所以想说什么没有办法打怪。嘿，哦，这升级的也太快了吧！得到获得一个星星。哦，这边不能走。血龙，哦，我可以把哦存档了耶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嘿，对，好，那再来一次。好的，那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差不多可以先到这里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都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如果不喜欢的话，都可以在我的下方的评论板留言给我，我会再做改进哦。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那等一等我们下一集再见了 ，See you next time。